前世因今世果，奈何细商莫要逃走。这山吃人，这是所有人对这座山的说法。但是今天我上山了，心中的那份悸动，在踏上山脚的时候变得越发强烈。到底是什么驱使着我？此处下山。该死的乌鸦真晦气！不过终于看到路牌了，原来前面就是下山的路了，还好没走错。走错了吧？是走错了。第一张不响。谁在那？用这个，用这个。哎呀，后面有人！啊，真的有姑娘。锁山的梅花图案和之前那边捡到的很像。难道这个能开锁吗？试一下应该不会坏吧。插路，开锁。我在房外捡到一根，这是你的吗？是我的啊，有了剪刀，还有个柜子，要密码。剪刀我们先把它解开，剪剪。空杯子，它这有特别红色，就是朱砂细磨会溶于酒。这里有笔。然后这应该是上。啊，打开了，蜡烛一根。有了燃烧的蜡烛，这有图。两页偏差若干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蜡烛给你，耶、yeah, ，有了。桌上出现了明暗的阴影，北斗七星。这有枕头哦，枕头下有东西。这盒子好奇怪，这就是那个、啊、蝎子图案。它是不是会跟这个灯有关联？这个的灯。啊，可以。4312，打开了，然后到这边，然后我们把蝎子放上去，有了，所以这是按三下，312，然后131，耶、yeah! ，猜对了、嗯，然后我们要把它钥匙打开，朱砂打开，呀、yeah. 啊，啊啊啊啊！朱砂倒上去啊，这有酒，有酒啦，一杯酒。啊！怎样？嗯。干嘛？有头发。头发还要拔。酒里面有头发。爸爸。我先挂他乒乓菜。哪个是？啊，磨朱砂插入画壶，令。哦，他是要打叉叉，我靠腰嘞。哦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看看，鬼打墙了啦！少爷，你没发现吗？少爷，我们被困住了啦。好，我们做个记号，打个叉。然后，哎，你看，有叉叉，他被困住了。孩子，果然还是一样的死，但记号也还在，这怎么一回事？啊！最后一个阵法，果然是一个阵法哦。这眼睛是关起来的，这个眼睛是打开，这个的眼睛是关起来，这个的眼睛是关起来，叉叉的是打开，打开有了，解开阵法，没有到这么快就解开，因为我是天才宝宝哦。木雕饰品，哎，第一张不响，